你怎么会有这个？别碰！坐下。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这套复印件，你交给过谁？我就交给过出版社原来的黄总编，因为我本来是要出版的，按照流程，我得把手稿给他复印。也就是说。 你把这些手稿交给黄总编之后，这上下两套你就再也没见过，是吗？理应是这样的，可是现在我也糊涂了，你是怎么拿到的？这几张是在我哥的车祸现场找到的。车祸现场？怎么可能啊！ 我发誓，我没见过。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一开始就把你找到我家里来盘问了吗？这里面有太多我解不开的谜了。我之所以拿走你的漫画结尾，是想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可是这些漫画，让你失望了吧？